说，因为我们在台上得宣传一些高雅的东西，就咱这个呀。哎，咱们到现在有一点低俗吗？没有吗？没有没有，咱从低俗自己怎么不自信呢？哦，咱应该自信，对对不对？我认为啊，演员到后来拼的都是文化。嗯，哎，这点来说，我师父总说。对，但是话要说回来，我师父老说这话，我师父有真正的高学历吗？他也没有。不，怎么没有呢？他的学历就是小本。什么叫小本呢？小学本科。没听说。小学没有本科。于谦老师，嗯，幼本。那甭问了，幼儿园本科。真的，看岳云鹏，小岳呢？胎本，胎本，对。那他要异业了，就算流产是吧？啊，差点啊！什么叫差点啊？这个哪有胎本呢？就是胎教本科啊，没听说过词儿。哺育他，给他灌输这些能耐，嗯，他养分。我们到德云社来之后。就不一样了，哦，跟着我师傅学，嗯，哎，你像学什么呀？您说，大伙都知道我师傅好唱戏，太对了，对不对？京平梆曲，人家没有会的，那可不，所有的吓我一跳，干嘛？你说清楚，今儿跨年，咱算告别舞台是吧？不是，咱们跨不过去了吗？那得您说了算呢。别，没有不会的，样样精通，都会。哎，对不对？来，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379。您憋着淹死咱师傅呢，是怎么着？怎么还淹死啊？自行车能奔澳洲吗？那怎么不能啊？左手把好把，右手把大梁，刹车脚点地，澳洲算个屁呀！好嘛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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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这姿势看着还像是掏着裆起的是吧？他那个头他够不着大梁，就可以了，只能掏裆式。我说这链子灯红了也到不了澳洲啊，这个。这世界很酷。